提起非洲，各种原始的宗教崇拜总是笼罩着神秘的面纱。在塞拉利昂一个叫肯迪亚马的小村庄，一场盛大的驱魔舞蹈活动正在举行。村民呢，就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欢迎我的到来。他们就装扮成那种穿着草衣的那些恶魔，给酋长驱散邪气的恶魔，来给我驱散。其实啊，也不是什么装扮，在当地人来说的话，它这是一种原始宗教。舞蹈场地位于村子中央，同样处在这儿的还有一座凉亭。凉亭在非洲炽热的阳光中，诱惑般的散发着悠悠清凉。凉亭挺大，坐那儿挺舒服的。这样一回头一看，怎么是那个像墓地似的？我就问那穆塞斯，我说：“咱们坐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？”他说：“这地方是个墓地。”我当时当下我就起来了。对面什么茅草屋，我原来以为是住的人家呢。仔细一看，那茅草屋专门是为墓地盖的。后来我就问穆塞斯，我说：“咱们这个地方怎么到处都充满了墓地呀？”他说：“哦，你这个不用怕，当地有这样一个风俗，就是祖先崇拜。祖先虽然离去了，但是呢，他在我们就后代人的心目中，我们崇拜他。他们认为在祖先的坟地里纳凉，可以给他们力量，给他们好运。但我们确实不太习惯，这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。为了证实一下，就是为了看看，让我亲眼见见，这种祖先崇拜的这种情况。”然后他们就带我们去了一个叫巴斯的一个人家。一到他们家，我一看，真是不一样。人家家把那死人就埋在家里。他们就讲说，这个祖先虽然离去，但是他可以控制这个家庭，控制这个家庭的行为思想。如果你要是说你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，祖先是能看见的，那么你要对你后人就是个约束。说当我要做一件事情，我没有勇气，这时候祖先一定会给你力量，去推动你一下，把这个事情去做了，还做好。这就是曼迪人，一个我觉得一种精神所在。扫描图上二维码，关注野心公众号，看更多不敢去、不敢做、不敢闪的野心短视频。最善意的旅行短视频，让平淡的生活撒点野。